今天给老铁们测试一下这个轮子的抛投，这是昨天上的60米线，然后9编5号的，整上60米嘛。使的是战刀，14克的蛙，我刚调试一下，有可能调试的不是最佳啊，咱先试一下抛投。应该不是调试到那种最佳的情况，是现在是绿色的线，现在是蓝色的，40多米，现在是抛投40多米，将近50米，没调到最佳，将近50米吧。啊，现在露红线了。这个刚入手还得再调。